舒华、子瑜露出纤细腰身，跟着节奏热跳具爱豆的韩歌。超洗脑 Queen Card 找来 Twice 的子瑜和 Mina， 分别与舒华、Mini 组队拍 Challenge 影片。子瑜最后还看似被舒华的电动马达逗乐，同乡的两人梦幻联动，11小时突破68万人观看。先前两人就曾合体合跳，同为离乡背景打拼的台湾女孩，私下感情很深厚。狐狸，我那个狐狸，狐狸，过往在南韩一起过农历新年合体直播，2019年两人因共同好友认识，时常吃饭聚会晒同框照。据爱豆7月1号相隔半年来台，将在北流开唱。Twice 5月底发布第10张日本单曲专辑，新歌上线11小时136万人次观看。2月展开巡演的 Twice， 尽管亚洲场次不见台湾站，歌迷不气馁，等待偶像登台。화장치우고샤워하고잠에들려줘아간식도먹고身穿格纹睡衣，南韩啦啦队女神李多惠同样拥有超高人气，在饭店浴室自拍卸妆过程，全素颜模样曝光，皮肤光滑，几乎找不到瑕疵，许多网友大赞。近期她还透露买了新车。아그래서이거얼마에산거야1760만원아그러면가성비딱괜찮게사긴했다그쵸네只花约台币40.8万元就入手人生第一辆韩国国产车，也令不少网友超级羡慕。报道新闻李彩妮报道。民生八方事，尽在1小时。要订阅，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。